知道一件不错的。那出来溜达溜达啊！行，活动活动也好啊，对你那个腰腿都有好处。哎呀，今天太阳可真好。九九那个耶！在门口啊，你多晒一会儿啊。行，哎，那可不行，万一九九一会儿来了咋整？哎呀，不能，九九啊，这会儿来不了。为啥呀？你说为啥呀？你不相信你妈有情报啊？郭叔跟你说啥了？他们现在呀，都在村委会呢。干啥？你郭叔啊，早把会议精神传达给我了。那你也传达给我呗。他们在村委会研究小饭桌的事儿。小饭桌？啊。干啥？说是那个林老师。林老师要给那个小饭桌整个什么金鸡什么？基金吧。金鸡，对。基金。啊，基金，真是。哎呦，我这锅。哎，这太好了。妈。啊。中午吃点啥呀？面条呗。给整俩凉菜呗，我想喝一口。没酒啊。那一会儿你得出去给我买去。小酒那个艳阳天嘞哟。挺好，我说这么的呀，这事儿啊咱就这么定，要是没别的事儿那咱们就散会啊。好好好，你乐乐，就走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林老师，来，忙了半天也没喝水。林老师，哎，这回我又得好好感谢你了。哎呀，不用谢。你说，这村里的小饭桌基金要是真的筹建起来，那是个多好的事儿啊！毕竟你看我九九农家乐，那力量是有限的。如果大家一块儿来努力的话，那真的是给村里的孩子造福啊。哎，这件事儿吧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。啊，现在基金呢这个情况，也就是刚才跟主任说的这样了。哎，你回来云香知道吗？他应该知道吧。喝水。哎。我听说那个高师傅的腰好了。其实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。行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你俩。我知道。你想劝我去找他是吧？先不用吧，毕竟这么长时间，我就只知道一门心思伺候他，我别的我也没多想。现在都分开了，然后，大家好好的冷静冷静，也挺好的。说这个基金筹备的顺利不顺利？你没想过再来学校当老师啊？哦，当助教老师，这个只要我随时提出申请，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。我说的不是支教老师，我说的是一直待在这儿当老师。哦。我想，这个事儿，不管怎么说吧，到最后，咱们应该会有好结果的。
们都吃完了，给我留饭了吗？哎呀，约会去了吧？这家伙老妹儿，这咋跟林老师约会，这连顿饭都没混上？你管呢？林老师今天走，我去送他，没赶上吃饭，怎么了？哎，给林老师处上了。你别管，你给我热饭去，你别瞎操心。我告诉我，我不给你热。你给我热，你你臭没臭？你就这孩子说我们瞎操心，人家这么大闺女了，终身大事还没一撇呢，你也不着急，你看我们能不操心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让妈和爸操心，你就是不孝心。那林老师要挺好，就好好给你处着啊。你别一回来就跟我上纲上线的，我的事儿我自己知道。你还真美呀。成了，婶儿，大全儿来电话了吗？哎呀，来啥电话呀？在屋里都捂胖了，哼！哎呀，不过你不用担心他，啊。你不说他胖了吗？你看见他了？不是，电话里说的呀。啊。哎，你不说他没来电话吗？啊，那个春梅他妈接的。九九啊，你别问他妈啊。春梅他妈呀，事儿挺多的，你要一问他呀，好像我跟你说啥了似的啊。哼，九九，婶想问问你，你这大全啊到底咋想的？哎呀，这大全骗你啊是不对，但是你说，都这么多天了，你就没消消气儿？婶儿，我早就不生他的气了啊。你跟他说，那天我也有点激动。让他别怪我，那我就说，你让他回来，回来吗？倒也没必要，他啥时候想回来就回来。不过你跟他说，他那腰伤还没好利索呢，干活的时候啊，悠着点。哎，我明白，明白。行婶，那我回去了啊。婶儿啊，大全不在家，您一个人有啥事儿？你就尽管跟我说，九九啊，没啥事儿，啊，你要是不生大全气了，你就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回来。我才不给他打电话呢。他走的时候那么狠心，我估计这会儿啊，他还怨我呢。这样，就等他什么时候想回来的时候回来吧。行，那我就说你让他回来的。婶儿，你别这么说。他就是不回来看我，他也得回来看看您吧。行，那我走了，婶儿。啊啊。爸，咱俩下一盘啊？不下啥棋？你白头棋干嘛？你吧，就在家有精神。这儿不是我说二水呀、啊，人家玉兰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你都请人家上家里来吃顿饭呢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你是自己还在家待上了，你都你们俩都是在一块儿，不是那叫啥吗？约个会呀、啊，唠嗑啥的，啊？约啥会？约会我不去，没说吗？就在家有精神，那搞对象都不会，这不会你知道吗？啥你都知道，你可知道呢，你天天。你看他烦着你。爸，妈，哎呦，二水，这咋的了？他闹情绪不高兴啊？烦呢？烦啥呀？你看这是啥？这是啥？这谁给你送的礼啊？给你的。
爸妈，给我的啊！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想玉兰呢吧？玉兰确实是个好姑娘，千万不能错过。哎，咱们这样子吧，咱们这回趁着玉兰回村休假，该说的话都说明了。别看我郭叔是个铁匠，咱们得趁热打铁，把这亲事给他提了。你看，啥事儿都是你嫂子给你想的，你都给他想明白了。这行，那咱就这么定了。行，去去、啊，还不赶快谢谢你嫂子？你嫂子把啥事儿都给你想到了。嗯，嫂子，我谢谢你啊，净替我操心了。还谢我？你咋谢我？我把高大全给你找回来。嗨！哎，小鸡啊！哎，郭叔！哎，哎，舅舅，老大哥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这是啥意思？离这么近，串门还仨人一起来呢？郭叔，啊，我们不光串门，有正经事儿。哎呦呦，你看你看，哎呀，你看九九啊，哎，这没想到是这么个重要的事儿啊。那你我也没换身衣服，你说这这谁跟谁呀？这是，哎呀，咱们两家这没啥意思。你看，这都谈到结婚的事儿了，我倒觉得是不是早了点儿啊？哎呀，兄弟，还早啥呀？你说咱们村儿吧，你看看这小年轻的，就这岁数，还有几个没结婚的？没几个了。你说二水和玉兰呐，他俩好了多少年？再说你上次不答应我了吗？是不是那天你说的，把他们俩婚事定下来了？是不是你说的？这不今儿个才定吗？哪定了？那天是同意他们处对象。哦，处对象也是你说的吧？我作证啊。郭叔，啊，说实话，我妈本来说呀，请个媒人啊，正式一点把这事儿提出来。我一想，咱两家走得这么近的，关系这么好的，咱就不麻烦了。今天这个媒人啊，就由我来当，您看合适不合适啊？合适合适，再合适不过了。行，您要是觉得合适呢，我就当着您的面儿，说我们家二婶两句啊。说，这头几年二婶小，干了点不招人待见的事儿。不过现在从根儿上啊，她改了，改好了。哎，就拿我们家那农家院来说吧，那要不是二水忙前忙后的，不能操持到今天。这您都看到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事实。你别讲，说你们还二本。九九说的这些呀，我都知道。要不，我也不能同意他们俩处对象，是吧？可是要真说到结婚，我看还是早了点儿，为啥？你看，玉兰还在城里进修呢，要进修回来以后，你说那主要精力不都得放在工作上吗？那要真是结婚了，你说这个还……哎呀，我觉得还……哎呀，郭叔，不早了，他俩谈对象都多少年了，不早。我看是您心里头不想把闺女嫁出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，你知道，叔就这么一个闺女。可是叔，那你也不能把闺女绑在自己身上绑一辈子吧？那是那是。说白了，这玉兰啊，到了老王家，其实要我说啊，就是换一地睡觉。啊，您要是想他呢，你就在那儿打几下铁，做个暗号，那绿圆噔噔噔噔噔就跑回来了。说的，今天啊，我们可是带着诚意来的。这玉兰要是跟了二水结婚啊，二水亏不了他。哎，那个二水的婚房
你可别担心啊，农家乐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到了明年情况会更好。那二水结婚的婚房，那明年这个时候肯定就盖起来。只要玉兰能进我们老王家，能给金山，绝不给玉兰银山啊！不含糊啊！那啥，兄弟啊，老哥知道咱村的规矩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个你收下啊。你一定要收下，老王大哥。咱俩呀，在这村里头顶了一辈子牛了啊！没想到今儿个让这个儿女的事儿，把咱们给拴到一块儿了啊！既然你们老王家对玉兰这么有诚意，还有九九保媒，行，咱们两家的亲事儿就定下来了啊！哎，好，但是钱你得先拿回来。哎，别的，壮了，一定拿着。郭叔，我们家现在啊，条件也只能拿这么多，你别嫌少，一定要收下。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郭铁匠认准的事儿，啊，什么钱多钱少，不说那些个。哎呀，只要二水能一心一意对玉兰，跟玉兰好好过日子，以后我这家当不都是他们的吗？啊，这钱呢，先拿回去，该做买卖做买卖，等他们结婚的时候，咱们两家一起操办。哟，你听听郭叔说的，啊、二水，快，郭叔，啊，郭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对玉兰。看我们家二水穿着西装多带劲啊！谢谢我嫂子，我也不会说啥，你让我爸说。叔叔说，今天呢是二水和玉兰的定亲的日子，是吧？大家都知道，他们搞对象好长时间了，所以拖到现在呀，怪我呀！哎，老郭，别挑理啊。那么今天呢，就宣布，玉兰呢。就是我们老王家的儿媳妇了，兄弟们，来干杯，喝呀！不是饭菜的问题吧？不是，那个这两天吧，他就总吐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这平时怀孕了吧？啊？
我说她可能怀孕了。不能吧？你以前没这个现象吧？啊，就胃里不舒服。哦，哎呦，哎呀，我是过来人了。我告诉你，她这种吐的方法，她感觉她就是怀孕的感觉。你别装傻了，你是不是早都知道她怀孕了？我不知道啊，反正这两天就是总吐。你怎么样？行了行了，我告诉你，她肯定是怀孕了。哎，我跟大伙儿宣布一下啊，还有个喜事儿。哎呀，你说，老罗，你说，什么？我家春梅嘛，她这两天经常吐，啊，我也不是。哎呀，啰嗦！你有春梅有了。黑锅背的呢，没毛病，哥。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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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吗？啥呀？咱这不给你了，咱俩说一嘴。好呀，你得跟你二哥学呀。来，我敬你们二哥。哎，我敬着那个二水，这我敬大伙，行不行？敬大伙，说说啥啊？谢谢。这都不好意思，这我们家的喜事呢。我敬大伙。你喝一杯，不待了，不待了，哎，我先回去了。行，你吃包去。咋了？有什么事啊？啊，我先回去。哎，我说，我来。我敬你们，去，没了的，舅舅啊，你搁这儿就行了啊，来，搁这儿吧，好，来，搁这儿，行，回去吧，那边事儿都挺好的啊，不是，哎，就是，不是，我来，我自己来，啊，你不用那啥，哎，你那啥，把他拎那屋去，我上那屋吃，我就，啥事，你不歇会儿，不歇会儿，好的，哎呀。刚才也没吃过，来，九九啊，你回去吧，你别忙活了，我把这个给你，你别忙，我也吃不下去，你吃点，回去吧，那边都等着你呢，没你不行。呀，没事，婶儿，你看，你在席上你就没吃个啥，你这会儿还不吃点儿啊？哎呀，吃不进去啊，你说，哎呀，你回去吧。二水啊，都等着你呢，你不在不行。没事儿，家里那么多人呢，我陪你唠会儿嗑。一看着你们家里啊都那么全乎，我这心里就……其实我就不应该去。你说我一个人淡不愣的坐到这儿，这一走呢，多扫兴啊！哎呀，别这么说，婶儿。大全虽然不在家，可是你还有我，还有我郭叔，是吧？哎呀，你郭叔跟玉兰呐，人家是一家。你说呀，我也没个证，没个啥的，我算干啥的呀？啊！你说你要是……哎，我有句话，不知道该不该问啊？你说你跟我郭叔这么多年了，咋不把事儿给办了呢？哎呀，其实啊，这一直是你郭叔的一块心病。玉兰这要结婚了，还就……你没听农村这么说吗？这儿女都没结婚呢，老的能办这事儿吗？那不让人笑话吗？你要是跟大全，你们俩要真是……不说了，九九啊，我要说这些话呀，让你公公婆婆听见了不高兴。回去吧。是，来，直夏，你回去吧。九九，这东西啊，完了我给你送回去。快去吧，那边都等着你呢。是，那你一个人在家，你别想太多。你有啥事儿你就叫我，行，我陪你。行。
知道。哎，那我走了啊。哎。出来吧，趁热吃去吧。你说我呀，在席上我都没吃好，就惦着你来的。哎妈，你说这九九多带劲呢，人家还怕你吃不好，把你送过来给你带吃的。行了，快吃去，快吃去。婶儿，啊，婶儿，哎，啊，那啥，咋的？我把围巾落这儿了。哎呀，落哪屋了呢？你说。你咋不舒服啊？不是，站在这儿，我就想喝口水，这把我渴的，你说啊？啊，哎呀，啊啊啊啊，婶儿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渴的我呀，这我扶你到那屋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回去吧，你净事儿呢，快回去吧。行，那你快饭您定吃了啊。好，走吧，我走了。哎。哎呀，出来吧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家吓死我了！妈，啊，不会是露馅儿了吧？快了，快了！我根本没动啊！你站好了！我告诉你啊！哎呀，春梅呀，你小心点啊！他老郭，他是哪那么娇气啊？能行了，你别作了，好了好了。喝过我呀，他呀。行了，快坐着吧。来，枕头。他老郭，他是我鞋脱了，鞋脱了。啥呀？什么的？别逞能了你！哎呦我的天！哎呀！不疼。我没躲，我躺上，这一杯一杯跟人干，你说说，哎呀，哎呀，咋样，还难受不？我不难受了，还行啊，没问你。哎呀，就是一阵阵的犯恶心。哎呀，明天呢，啥也别干了，妈领你去好检查检查。妈，不用你陪，让罗二陪我去就行。我去了。哎呀，行了。我去。哎呀，好好检查检查吧，年龄不小了，啊。嗯。你说你都这样了，你和罗二就这么地了？那还能咋样啊？自打他病了之后，我不一直在伺候他吗？不管他以前咋样对我，反正他现在他知道心疼我，知道关心我，这我就够了。过去的事儿呢，就当是给大家都上一课呗。你说人这一辈子，过日子还能不交学费呀？我看罗二呢，也喝得逛逛荡荡的了，我得过去看看去。啊，行行行。哎呀，要吐啊！什么？哎，吐吐啥呀？我根本就没吐，我吐啥？你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呀，别吐，让我拿盆去。你说孩子吐，他也跟着吐。
就出去一会儿嘛。你没锁门啊，婶儿？啊，是不用锁门啊。哎呀，来，快坐着，快，婶儿啊，你快坐下来啊。今天包了点饺子啊，特意给你拿过来。咋了？婶儿，不对呀、啊，我明明给您拿了满满的一桶啊，这怎么是这么……九九，哎呀，这饺子啊，它颠的，这不就颠到下边去了吗？不是婶儿，我刚进来的时候，你家里门没锁，不会有人进来了吧？没事儿，九九啊，说心里话呀，大全走了以后啊，我还真没包过饺子，我尝一个。九九，你吃一个。啊，我吃过了，婶儿。婶儿，香吗？真香。你要爱吃，我明天多给你包点。哎。那我走了。啊，走吧。你快吃啊。好，好。九九啊，周没人，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婶儿啊，趁热吃啊啊啊！慢点哦！哎呀，你跟他等，哎，我没事儿，你先下吧。哎呀，来。这是我家大熊猫啊，现在多宝鸡的，瞧你说的，我哪这么金贵啊？那不行，现在必须得金贵的。我就说有什么事儿你就喊一声就行了，你这还自己非要上来？不是，没我谁这一眼没看到，他自己就上来了。那你慢点，你慢点，没事。那个罗二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勤跑能跑的啊，别老折腾他了啊。行，妈你放心吧啊。我去店里了啊，去了。你走啊，妈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慢点，妈啊。啊。哎呀，没事吧？哎呀，真不怪我说你，我告诉你，老难受了，都怨你。难受是肯定的了，媳妇儿。但现在咱不俩证不都重新领回来吗？孩子就出生就有名分了，是不是、啊？现在呢，咱俩就研究给孩子那起个什么名。二水啊，你就别，哎呀，你别搁那整了。我整咋的呀？这鸡蛋根本就不对，你还整咋的呀？啊！你看这皮儿薄的，你看这颜色，这都不对。你再看看这鸡蛋，你看这鸡，你看这。青莲，你给整坏了你！你再看，你看这啥？你瞅瞅，这是啥呀？啊，这颜色你看多浅！不，这鸡蛋咋的？鸡蛋是鸡下的不啊？不，你那大爪子那么欠的，上来巴嚓你就给捏碎一个。不，这鸡蛋咋的？色儿整有啥不对？这色太淡。那人还有黑人和白人呢。去年你瞅你黑了黑黢的，今年你养白胖吧？行，什么黑不溜秋白胖？我跟你说，那你看，你这鸡蛋不对，你看就连他妈都不对。你看，你说那像老母鸡吗？跟他爹似的公鸡。你别在乎这那的，你不是老范，你是不是又犯毛病了？这不对那不对，你对啊，嫂子，你给评评理，这老范他又咋的了？好，嫂子，让嫂子给评评理。老范，我告诉你这毛病你怎么？你看这鸡蛋根本就不对。你看，这不对那不对的。你再看这个，二水，你这鸡蛋在哪儿收的呀？我在县养殖场啊。你再看，那个他老母鸡，那都不对。那这鸡呢，是在咱们村收的吗？也不是，咱村这笨鸡蛋和笨鸡啥的供不上咱家用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就跑县养殖场进的。我老范，我告诉你，我跑老远道了，你不表扬我，还在我嫂子这说这说那的。你要看我上不行，你就去。不是我要去，你长勺啊？我去，长呗，那玩意儿有啥难的？放点鲜，放点酱油。行了，你俩别吵了。二水，我知道，县养鸡场的鸡蛋便宜。你是为了给咱家省钱，我能理解。可是你知道咱农家乐的特色是什么吗？就是炖笨鸡蛋，炒笨鸡蛋。对，这是咱的招牌。对，那城里人大老远的就是奔着这个来的。可不，咱不能砸自己的牌子，是不是？就是呢。再说了，那肉鸡一口啊就吃出来了，咱不能糊弄别人。不一样。
哎，那别的村儿你有没有去收啊？我去了，嫂子，你别的村儿的有的时候都让外面的农家乐给收走了，我也实在没办法，我才舍进去，要不能跑那么远的道，我腿都快跑折了我。那咱这鸡蛋咋整啊？哎呀，还真不好整。这样吧，这些都不能用，啊，对，都不能用，给他消消气。这啥这那的，这不能用，你放着吧，这都不能用，你这么扯呢？这个我再广播一遍，现在有个好消息啊，这个河西屯的九九农家乐啊，高价收购个笨鸡，还有笨鸡蛋，你们谁家有啊？抓紧给这个九九农家乐打个电话，或者是直接送来。儿子。一会儿帮妈看点锅啊，我出去一趟。哎哎，妈啊，那个啥，刚才那广播里边广播啥了？啊，好像是说农家乐缺小笨鸡儿了。九九那儿啊？啊，我哎，就是九九那儿吗？是是。不，你干啥去啊？我抓鸡去。不行，咱们家鸡哪行啊？咱家鸡那都是下蛋的，那可不行。真不行啊？真不行呗。那行，那你回头得看好了，要不然我给你一锅都给你炖了吧。你这个混小子，人家缺鸡，赶紧送几只去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咱家有几只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。哎，把那大门关好啊。明白了。我这客人点这菜有啥用啊？这鸡根本就不够唱只鸡，你让他点这干啥呀？鸡上哪儿整去？这九九，九九啊，我给你送鸡来了。小二，哎，来了，来。哟，看，这么大的一个。对呀，给你送鸡来了。这老太太，你就一只鸡，你吵吵把火的啊？你们家不就缺一只吗？你咋知道我们家缺一只鸡呢？不是。他我就把家最大的那个拿来了啊。范师傅，你快腰腰多少斤？哎呀，别腰了，就算大全儿。不是，就算我这个友情奉献了呗。啊，那咋行的事儿？腰腰一下吧。那给我腰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走了，回去了。还有事儿呢？家还有事儿呢，看看再走吧。这还没腰呢，老太太。那大全儿不还等？谁？你看我这心里啊，就想我们家大全儿。哎呀，还有一大帮鸡等着喂呢，啊！你回去喂鸡去，回去了。小婶儿啊，小婶儿，哎，爱人上哪去了？哎，谁呀？啊？闹贼了，这孩子白天。谁在屋呢？出来！出不出来？我告诉你，你就在屋里面，我知道。你要是不出来，我可砸门了。你出不出来？郭叔，我，哎呦，你小子！吓我一跳！不说，你小子跟我玩什么猫腻的？你还跟我藏起猫来了？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我是啊。你小子一直就没走。我说我每回来，你妈这躲躲闪闪的跟我啊，我还以为你妈金屋藏娇了呢。嗯，这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哎，郭叔。
你来多少趟我都知道啊。哎呦，我听那个醋意呀、啊，我耳朵都酸了。你别跟我整这个。